有些好像全部五十的。
可以叫宇轩呢、啊，李宇轩呢、啊？说他不处理那一块，那个是啊，因为我现在去找不到他，他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。他从釜山说他去买阳伞了，因为下面选手这边坐的地方都没有。还是你要先跟阿婆那边说一下，让他有个心理准备，这样会比较好。
被偷拍。你看白达被捕过，你要给他后悔，都划不来啊。
要认识这些。